很高兴能够与国际生命线台湾总会一起合作，透过1995协谈专线，守护每一颗勇敢求助的心灵。当生命线的铃声响起，守护员悄然开启，希望大家听到志玲姐姐的声音，能够为你带来支持与力量，在等待倾听的时候获得温暖的陪伴。另外，今天也是世界心理健康日的前夕，能够与大家越洋连线，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。现在全世界都越来越重视人们的心灵健康的问题，而这也是志玲姐姐慈善基金会正在推广的心灵守护计划，针对青少年族群以及所有的儿少照顾者们，都应该好好学习情绪的调节以及压力的安全释放。这也恰恰是我们与生命线一致的目标，守护大家的心理健康，守护每一个宝贵的生命。在此献上我的祝福，1995自杀防治专线的铃声响起，开线成功，让我们彼此陪伴，一起努力吧。